2014中美电影节暨颁奖典礼于11月4日在美国好莱坞举行。中国著名影视编剧、制片人马策凭借电视剧《爱情最美丽》荣获中国电视剧最佳制片人奖。《爱情最美丽》是一部轻喜剧，由张国立执导，讲述了马景奎、牛美丽所代表的两个家庭在都市生活中的情感故事。非常感谢中美电视节，和尊敬的主席先生，能得到这个奖非常开心。我们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，因为制片人是作为一个服务性的工作，没想到能得到这个奖，非常开心，谢谢。2014中美电影节，美国英龙传媒。